第一次认识老徐就是中国第一部青春偶像剧，叫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。大家还记不记得老徐在里面扮演的是谁啊？王慧。啊，那时候就被称为全民的初恋情人。当时这个剧火到什么程度？你看，说起来现在声音还在颤抖。就跟吴亦凡现在差不多吧。哦，绝对是这个样子。今天采访的时候，两个人说从小看你那个电视剧长大的。长大的。我说你不会生气，我说不会。我说看你们成长的这么茁壮，我还挺欣慰的。对，证明到目前为止自己的这人生还没害过孩子呢。是，挺好的。好多初中的孩子、高中孩子觉得大学是一个大大的谈恋爱的地方，而且不用上课嘛，那个时候。被我们误导了，说上了大学以后发现怎么不是这样？不是这样啊。可是出了社会之后发现，其实大学的时候还是挺浪漫的时候，会做很多浪漫事。比如说去听海的声音，对，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。看一下，不行，我现在看起鸡皮疙瘩。是你吗？文慧，你在哪儿呢？他的戏多好啊！这么晚了，能看到大海吗？能，能看见。大海。哎呦，什么样的大海？哎呦，这词儿！你现在在外边了吗？哎呀，你的词儿。那好，你抬头看着天。哇，哇！他在发抖，老徐在发抖，真的吗？对，哎，真的在抖哎。哇，眼神，这眼神，看这眼神，看这眼神，这看天花板的眼神。哇塞！多早的一个植入广告啊！你看那手机举的，真的啊！现在这个牌子都没了。我们现场，我来喊一句杨峥，然后观众朋友就掏起手机说文慧你听，然后我们就海浪的声音好不好？啊！录完一会儿手机都往台上扔啊！那个海浪的声音我来负责啊！好好好，对，三二一，开始，杨峥。啪嚓什么呀？啪嚓，海浪会啪嚓是吧？海浪拍在那个岩石上。等一下，我刚才真的体会到了老徐的感觉。怎么了？刚才全场的观众说文慧，你听，我一身鸡皮疙瘩，跟海浪似的就上来了。